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除了对于家人、朋友、囡仔的慈悲心之外，对自己会当有慈悲心，这是对别人慈悲心的基础。如果因为照顾别人而让自己疲惫不堪，那呢咱会当让别人的就变得真少，咱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，找出时间让自己会当安静的休困。咱可以自爱，在对自己讲话，注意自己内在的声音，看伊是具有支持性而友善，也是批判性而霸道的。如此，便可得到修行慈悲心的效果。无良心是彼此相依的，因此如果你想要修行顺遂的慈悲，无法度减掉任何一项，想要体验到真正的大喜，咱必须爱有慈悲心。行善思讲，你甲你投注爱的对象，袂当彼此是分开的。请你持续禅修，一直到你可以在世界上最残忍的人身上，在真妖的囡仔身上，在超市内底角头集中营的每一个人身上，拢看到你自己位置。
那了解任何两个人之间并不是分开的，咱就可以为别人的快乐而欢喜，分担他们的痛苦，同时感受到彼此一体互相关联的喜悦。咱有自他是分离的，安尼概念其实出自错觉，但是除非会当觉察，否则无法度看出这个概念是错误的。爱因斯坦曾经讲明了自我是错觉，以及一体是真理的理论。人是咱所谓宇宙一个整体的一部分，这个部分局限于时间以及空间之中。人感受到自己的思想以及感觉甲宇宙其他部分分离，这是人的意识在光学顶头的一种错觉。行错架对咱来讲，就亲像一个老人，甲咱限制伫个个人的欲念，以及对伊上亲近的人的情感之中。把咱自己对这个劳动中解放出来，让自己了解以自闭的范围会当扩大，以及拥抱所有众生，以及整个大自然的美丽，这是必要做的。
在咱也未当了解众生一体进程，咱至少会当看出所有众生都有相同的愿望，想要拥有快乐，而且不再痛苦。这一点是佛法所始终强调的。咱可以借由禅修自爱心来培养对别人自爱的感觉，在当咱安尼做的同时，也就转化了咱心念的本质。父母可以思考的代志，一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，拢是你的心灵导师，特别是你的囡仔，请对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学习。二，和自己的意见会当较具有弹性，这会对你有帮助，加减轻你自身的痛苦，而且会感觉跟别人的关系更加紧密。三，如果你感觉想要批判，或者是对别人有严格要求的时阵，专注地检视你的感觉，困难的人际关系所教给咱的，通常也上多。四，请你检视所有的人际关系，找看卖啊，是毋是有接到的影子？你是毋是会期待别人的行事会当符合你，并未告出的一挂要求，或者期待别人同意你的看法呢？五，接受囡仔本来的面貌，唔通将自己的需要以及无按投射伫因身上。咱并无拥有囡仔，
因需要的是我们的保护。六，请了解爱别人的重要性，并且请会记得爱别人可以帮助你自己，让你更加快乐，把头脑更加清澈。七，爱有四个成分：自爱、自卑、同喜、甲平静。八，请设法了解，咱拢是一体，这会帮助咱对事无良心的修行。停止愤怒，愤怒也是自爱心的上大敌人，通常都带来破坏力。愤怒对咱内心的平静以及咱自卑的胸怀具有毁灭的效果，因此也是修行上的一大威胁。不得讲，停止生气，让你不再受苦，也带来平静和快乐。愤怒是唯一所有智者都同意爱解读的大德。愤怒对咱的业无好处，每一届咱的心意义，因为愤怒而染污，或者是造作恶行，使咱加速堕入三恶道。愤怒造成的上大讽刺，在于伊对咱自己所造成的伤害，爱多过对咱受气对象的伤害。
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起2月3日，农历正月初三，星期四，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屏东妙云寺、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，即礼拜弥陀宝忏、护生、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日期2月6日，正月初六，星期日，上午9点半，地点屏东妙云寺，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。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西班牙每年平均有140000只宠物遭到遗弃，当地在去年至少有110000只狗及3.3万只猫被抛弃，堪称欧洲抛弃猫狗最严重的国家。西班牙政府决定起草法案，禁止宠物店出售猫狗，往后亦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动物。农业部部长卡班纳斯表示，希望国民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就乱买动物。动物权益组织非常欢迎这个决策，因为狗的收容所几乎狗满为患，每天都有狗只被主人遗弃，但与此同时，宠物店的动物又多得不可胜数，不合常理。西班牙当局希望立法有助截止国民一时冲动购买宠物，取而代之，顾客可先在目录浏览动物，稍后再从繁殖场直接购买，降低宠物店的爆满情形。而最佳的方法还是希望民众到收容所认养，一来降低不人道的动物繁殖，二来让需要被爱的生命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农历12月8日是传统民俗节日腊八节，同时也是佛陀成道日和法宝节，为佛教徒的盛大节日之一。这天寺院会准备腊八粥供佛，并施粥与大众结缘来庆祝。然而民间习俗吃腊八粥的日子又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吗？佛陀成道日为何寺院要供养腊八粥呢？腊八节又称腊八，源自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因在农历12月初八，也就是腊月初八庆祝而得名。原意是祭祀祖先和神灵，祈求丰收、吉祥和辟邪。腊是在古代在冬季时以食物进行研制后风干或熏干所制成的食品，如泡菜、腌萝卜干等，并以此作为祭祀活动之祭品。腊月即指农历12月，
而古时的腊日并没有一定的日期，直到南北朝时才正式将十二月初八定为腊八节。在汉地，相传腊日也是佛陀得道成佛的日子，传统上有吃腊八粥的习俗。民间的习惯在吃了腊八粥以后就要开始忙过年了。在道教中也沿用腊，指定出五个腊日作为道士修斋的好日子。十二月初八称为王侯腊，此日为五帝校定生人演绎的良日，故不得聚会作乐，可去山林溪间一些较清静的地方走走。有些地方民俗会在这天全家团圆，煮腊八粥共食，并馈赠亲友。佛陀成道日的缘由要追溯到2600年前，有一位印度释迦族的太子悉达多，他看到世人皆要受生老病死之苦，便舍弃王位，离家修行，求解脱之道。他每天只吃一粒麻一粒麦，实践苦行多年后变得瘦骨如柴，然而极端苦行并无法帮助他离苦解脱。悉达多放弃了苦行，却因体力不支倒地，被一位牧羊女看见。牧羊女于是用乳糜供养悉达多，悉达多接受了牧羊女的乳糜供养，而逐渐恢复体力，便至菩提树下打坐，发愿不成正觉便不起坐。经过7天禅观后，而在第8天夜读明星正道成佛。悉达多太子凭着自己的觉性与坚毅，体证宇宙至高的真理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静，悟得无恐怖愁忧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智慧，成为人间的佛陀。而汉地相传这天正好是12月初8，人们为纪念佛陀成道，效仿牧羊女供粥，以香米及坚果等煮粥供佛，渐渐演变成了腊八节，因此成了佛教徒腊八吃粥的缘起。我们面临轮回之苦，犹如身处无尽的黑暗寒冬中，因为有佛陀的出世弘法，带给世人无限光明及希望。在佛陀成道之日，愿世人所有无明皆能导向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，更而发菩提心，广度众生，同入涅槃。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僧伽研习会。